就少年牧师来敬拜，伊所要敬拜的题目是“信心、定心甲宗教改革”，就牧师请。更新甲做下改革步伐，因为今年2017年是做下改革第500年吼。伫今年的10月31日，迄天啊，天主教甲咱新教要伫德国有一个和好吼，500年前啊，天主教将马丁路德看作异端啊，开始咱新教的历史。500年后，因经过50年，因有足长吼，50年的对话，以及甲过去遐历史讲无清楚，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为啥会变安尼？啊，大家互相会无满意，甲为啥会分裂，遮个代志讲无清楚了，互相道歉，并且要伫今年做伙伫德国。啊，因有一个好好的敬拜甲纪念的一个礼拜。啊，这个内容不只复杂，今仔日伫咱有三讲的内面，我会加减啊，甲大家来介绍这个部分。啊，今仔日是圣心降临节，这个是非常重要，特别伫咱新教的历史中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是耶稣上天以后，伊应允，伊上天之前，伊应允伊的。温度，哈，温度感觉讲，也本来感觉耶稣已经死啊，感觉无希望啊，所以大家已经作丧志的时阵，耶稣会搁我，互因看见另外一个希望，但是伊毋知影搁来会安怎，所以耶稣要上天之前，搁再一遍甲因交代，甲因讲，上帝应允是要差遣圣神，啊，来就是咱今仔日在讲的这个圣神降临。对圣神降临这件代志吼，可能甲咱逐工伫生活中间，有当时会感觉，互咱做无影。咱真应该是梅雨季节，但是即几天台湾发生足奇怪的代志，咱看到飞碟的云，咱看到迄计程车吼，有一半去有水淹啊，迄个人在位个窗仔门中啊，得走来吼。啊，无着梅雨季节安尼，规个路拢像个淹水吼，做水灾。咱有阵时问讲，啊，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因为梅雨季节无应该有这么大的雨吼，啊，这其实讲天气已经变化，当然有真多解释。同款吼，伫耶路撒冷发生一件足大个代志，这件足大个代志呢，就是犹太人因真侪人为因四散的所在，因已经伫遐徛起的所在，倒来耶路撒冷要来过节。啊！伫遐咧过节的时阵，迄天上上怎啊圣神降临？所以大家有听到声，嘛有看到，大家拢开始讲方言，啊，真无影。所以大家拢在问讲，啊，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其实这个现象需要一个解释。大家拢伫遐心内焦急，大家拢伫遐心内咧想讲，哇！啊，这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咱会使理解的是讲，迄天一定做对人。为什么迄天一定做对人？因为彼得起来讲话了，就圣经的记载，迄天有3000人死的。所以咱会使理解讲，迄天人其实不止安济。所以伫迄个所在，咱会使看见讲，有一群人，因伫迄个上时间，伫一个时间内面，圣神降临，啊，大家开始讲方言，好讲迄个。别人听有诶，啊，伊可能家己毋知在讲啥，在方言。啊，所以呢，伫即个时阵，大家拢感觉，哇，这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所以彼得开始起来解说，伊甲啊门徒啊挂22个使徒徛伫遐，这是真趣味吼。到底彼得是咧创啥？伊到底是咧解说？伊到底是咧宣扬？伊到底是咧报扬？啊，就真侪
解说内面吼，我感觉一个解说上好个吼，就是伊其实就是传福音嘛。迄个时阵，伊传福音，啊，所以呢，伊传福音的时阵，伊看到这个情形，伊非常的清楚，伊非常的清楚。为什么非常的清楚？因为因已经经验耶稣基督过活，因因现甲因伫遐做伙有四十天，甲因讲话。落尾，因目睭看见耶稣上天，所以因讲耶稣上天了，因其实唔知下一步是啥物货，但是耶稣甲因应允圣神的降临。所以伫这个时阵，彼得伊知影这个情形会发生，但是伊唔知影竟然会是安尼发生，这是真趣味吼。咱的上帝是一个永远予咱有 surprise 的上帝。咱唔知影下面会发生啥物事，但是会发生安尼。啊，所以伫一个天道的边缘，彼得应该那是活伫未来的人，但是因只有看见迄个未来应该发生的已经发生啊。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予伊真紧会使抓到即个现象要安怎讲的时阵，伊想到古约用意神的在讲的话，啊，这真趣味。伊家己改变，吼，伊家己改变。啊，这个改变呢，是伫用语，先伫用语咧讲的时阵，用语其实是讲吼，讲这代志以后，但是吼，迄、那个啊，彼得家己改，改讲落尾的日子吼，伫落尾的日子，伊家己改做，其实伊知影耶稣咧讲的这个时间是时间上，甲先伫用语已经无同款，所以伊家改变。伊个改变，即、这个改变其实有一个真重要物件，迄个亲像咱咧讲传福音的时阵，有当时啊，咱会做小抄，伊会爱抄几句啊经文吼，咧讲的时候较有教安尼吼，啊无，若刚刚讲家己会感觉安尼慢慢看，无够有迄个分量安尼吼，所以你会记一寡经文，但是你咧讲的时阵，无一定会完全照经文在讲，所以彼得其实在甲亚伯撒勒遮的人讲。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这是因所经验过耶稣基督所讲的诶圣神降临的内容。但是伊阁强调一项，伊阁强调所有的人，伊阁强调所有的人。啊，这真趣味，这真趣味，就是耶稣在讲的时阵，无甲伊强调所有的人，但是必定就用你的了解以及伊所看到的现场迄、那个情形，伊发现。伊看见，圣神降临伫所有的人，不管是男的、女的，啊，年长的、年轻的，所有的人，这是必定伫迄个过程中间，伊所看见，伊解说，伊甲伊说明。所以，咱伫即个啊看这段经文的时阵，咱看见讲，哇，其实即个必定甲咱同款，哈，即个必定甲咱同款，咱。在讲讲福音的内容的时阵，其实咱嘛是在讲，啊，彼得嘛是在讲，啊，真趣味的是经文内面在讲，遐个受圣神感动讲方言的这个讲，其实是同一句，意思就是报应，也是讲咱在讲传福音的个传，这个情形。所以彼得因讲的，也是讲因遐个受圣神感动的人，其实因所讲的。就是因所经验的，所以当咱在做见证，也是咱在讲福音的时候，其实咱家己知咱在讲什么话，因为圣经记载，并且咱也安尼经验。啊，彼得所在解说，也是伊所在讲的，其实也是这个情形。所以咱看见讲，伫这个啊，咱今仔日的这个经节内面，伊所讲的呢，迄个预言吼，咱经文内面在讲。彼得所讲的，也是在讲讲这方言，这物件伫内面有在讲着先知的预言。其实，伊毋是在讲未来的代志，伊是在讲甲上帝相关的代志，甲上帝相关的代志，甲咱的救恩有关系的代志。这报应，这传福音，这内容，伫每一个世代拢发生，毋是干呐伫彼得。不是只在亚历山大发生，在马丁路德当初时500年前
伊伫澳洲迄个环境内面，伊伫遐寻求啊福音的真理，伫遐寻求救赎的可能，伫遐要确定家己有得到拯救无？的过程中间，伊发现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伫遐看见因为信，互上帝称作义，伊讲出真理。其实伊所做的甲路德是真接近。咱再来看咱今仔日教会历史，同款，咱伫坐坐，咱伫台湾的教会，不管是马街啊、白克勒牧师，还是真侪传教士啊、咱台湾医师，因遮个因来到台湾，因同款领受圣神这种恩典，互因去传福音，互因去报扬上帝拯救的这个好消息。国家遮我足有度个，因为我介绍讲我家己个见证。我介绍来讲我家己个见证，毋知影安怎会感觉怪怪安尼。但是今仔日我想要讲这个见证吼，这个见证是因为我伫信仰个过程中间，我开始去感谢当初时捌甲我传福音个人，因为我是第一代信徒。我第一遍听到福音个时阵是十六岁个时阵，第一遍听个时阵感觉。这个真理跟我的世界差很多，所以但是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的，但是那个一场报道会而已，所以我没机会问很多问题，所以我就回去。我第一遍听福音的时候是我十九岁的时候，已经经过三年但来跟我传福音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感觉他说的这样跟我以前听到的时候无啥共款，但是以前遐问题，搁再一个走出来。所以，迄个人，我的朋友，我有迄个机会，甲伊问做侪问题。伊一遍搁一遍，一遍搁一遍，甲我解说，一遍搁一遍，甲我说明。哈，安尼经过差不多一年吼，我呾讲，安尼我有办法信耶稣。而且过程中间，其实有真侪人伫我身躯边，因真努力啊，在做见证，也真努力在传福音。所以上落尾，我真正有了解即个福音的真理是啥物货。我真感谢因，因为每一个人大概讲拢讲无同款，但是迄、那个上中心的消息甲内容是同款的，但是伊每一个人在讲的时阵。大概情形无同款，因的迄个按照迄、那个情景吼，啊讲无同款，用无同款的角度来甲我解说。啊，这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这个感动就是讲，经过真侪年，我家己去读神学院，我也去受造就读神学，我才开始理解讲，咱每一个人其实拢是做神学的人，咱每一个人拢是一个。神学家，也是神学人，咱拢伫迄个过程中间，伫一个前进中间，不断重新透过经文，透过咱的经验，咱不断在报扬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我家己捌做过一寡研究，是伫访问台湾的教会去早期咱的一寡中国人安怎传福音吼。啊，有一个故事，我非常的感动。已经是较早期啊吼，我访问的这个中国，今年差不多八十五岁啊吼。伊讲吼，伊妈妈伫屏东一个教会做长老。伊讲伊细汉的时阵吼，伊妈妈拢骑迄个脚踏车，啊暗时食饭饱吼，啊就骑脚踏车出去迄个探访啊传福音安尼吼，甲牧师也是兄弟姊妹做伙去探访啊去传福音。啊但是啊足无闲的，所以拢未赴此地。啊，所以吼，伊讲吼，伊有够清楚，记啊足清楚的吼。伊妈妈大概吼，拢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阮吼足无闲的吼，啊，搁传福音吼，啊，逐工夜晚吼，有当时啊，拢爱逐工夜晚出去啊探访啊传福音安尼吼。有当时啊，未付饲猪吼，你得爱保守阮的猪啊吼，拢有好势吼。啊，迄个生猪啊囝的时阵吼，拢无问题安尼吼。啊，这真趣味吼，就是讲上帝真正甲祝福。所以大概伊的底部生伊阿囝的时阵吼，拢真好势，啊，拢无问题安尼吼。啊，
这个丁乐吼，这个丁乐伊的恰恰做见证的时候，就是甲大家讲吼，这个上帝吼是搁真搁活吼，啊搁祝福吼，啊扶持甲帮助的上帝安尼吼。啊，这是较早期的见证吼。啊，伫这个过程中间，咱会使看见讲，其实报扬福音。就是从咱所经验到，咱了解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咱在咱的生活的实奉中间，透过咱的解说，去甲人介绍这个福音的好消息，福音会使得到这个福音。啊，所以呢，其实圣神降临，也是圣神感动，其实是予每一个人，迄个像彼得一直强调讲，所有的人。所以，咱即马来想看卖啊，你敢有伫即个所有的人内面啊？如果你若有伫即个所有的人内面吼，你敢捌用你的方式啊，透过你对圣经的了解、牧师讲台的讲道，以及你日常的生活，你敢捌来甲人报过福音的好消息？吼，啊，想看卖啊，咱是毋是有去？因为圣神的感动，所以咱有去甲人报即个福音的好消息。现在你可能第一下甲解读的时候，伊拢听无，像我安尼，破十来岁的时候，真正拢听无。到一直听，听到落尾的时候，总啊听有安尼吼。啊，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咱看见讲圣神的感动，伊的做工，唔是干那伫牧师，唔是干那伫宣教师，嘛唔是干那伫彼得使徒因的心上，是伫所有的人的心上。这是对咱足大的安慰，也是对咱足大的盼望。因为咱看见这个福音，伊所予咱的这个好处，也是讲咱所得到救恩，咱的灵魂迄个受到医治，咱的灵魂伫上帝面头前得到安慰，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十九世纪有一个宣教师，伊讲一句足好的话，我感觉伊讲一句话啊，非常的重要吼，伊叫做努比金。伊讲过一句话，伊讲吼，其实咱基督徒是啥物人呢？咱基督徒其实是送香，敢若亲像乞食的人。咱只是去甲另外一个乞食报讲，你去地吼，你会找到有通食的物件。所以福音其实是咧引起咱的牛心，也是迄个美娘。啊，咱去甲另外一个人报讲，迄个美娘伫地，你嘛会使得到。我想，这个对咱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咱看见不是干那伫马丁路德的时代，这个福音重新受到发现，也是讲有新的看见。伫威斯利的时代，迄是另外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过去伫宗教改革，也是较早期咱遮的传福音的传统中间，拢是较伫中产阶级，也是伫较高派的一个情形内面。到卫斯理的时阵，我感觉上帝吼卫斯理真大特别的恩赐，迄个恩赐感觉是甚是感动。伊开始去问遐个做工的，常常是啉酒，也是家庭已经功能无介好势，伊去甲伊传福音，并且甲伊组织起来。福音会使改变，福音的开力真正是有够大，非常的惊人吼。所以伫英国，我有一句话讲，若毋是因为卫斯理伫英国安尼传福音，若毋是宣道会伫英国这么兴旺，英国可能会发生甲法国同款一届的法国大革命。福音确实是有开力的，伊确实带来真，予人真侪。伫灵魂、伫物质，也是伫各方面一个真大个祝福。所以，咱看见讲，为甚物咱介济宣教师，因要为英国、为加拿大、为美国，因来到台湾来宣教，因为因看见迄个价值，因看见迄个重要。这也就是彼得伫甲耶路撒冷个人所讲个，你敢知影即个宝贵个礼物，上帝今仔日送予咱，所以咱看见讲，伫这个过程中间，检查我知影咱叫咱回诶回忆，有当时拢较闭锁，要去传福音的时阵，可能爱准备足久诶，并且爱迄个想足久诶，
并且还佫可能爱打草稿安尼吼，啊，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拢会感觉我即个也感觉无了解清楚，啊，即个我也袂晓，安尼去烦恼伊办会安怎吼？啊，所以拢会停住足久个，即我会使了解吼，啊，我也感觉毋是歹代志。啊，伫即个过程中间，其实今仔日个经文，予咱一个足大个安慰。即个安慰是啥物事？即个安慰就是。上帝并无予彼得知影所有的代志，这真趣味哦！你看伊伫耶路撒冷，伊迄天所报用的福音的内容，内面无一个是外邦人。等伊要去外邦传福音的时阵，上帝着搁用异象，搁特别甲伊讲，搁予伊踮遐祈祷想足久的吼，伊当去跟弥留一道。所以彼得毋是完全了解所有的代志。伊才开始传福音，伊就伊的理解，就信心予伊的感动，伊就开始传福音。所以，咱会使讲，这速度，因其实按照信心的感动，因敢若活伫上帝的面内，因其实嘛有一个危险，迄个危险就是因可能错误。我感觉这是福音真宝贵的所在，上帝因毋是因为咱真牛，所以拣选咱。上帝是因为咱是罪人，所以伊为咱死割亡。伫这个基础的顶端，咱会使知影讲，咱唔免完全，咱嘛唔免一定爱亲像耶稣安尼吼。咱有常常受到试探、试炼，咱常常会做唔着代志，也是有一挂无好势的所在。但是咱上帝应允。在圣神的感动内面，在圣神的爱管内面，咱因为咱的恩赐，会使互相扶持，互相三斗天，互相来帮衬。使徒是因为因互相伫遐互相帮衬，包括伫耶路撒冷的会议，因才有办法改变初代教会。这是一个无简单的代志，透过足侪会议，透过足侪征战，透过足侪的冲突，无好势的所在。保罗伫足远个所在，啊，遐其他个使徒伫迄个耶路撒冷，啊，一个伫外邦，啊，一个伫犹太个所在，但是因爱做伙开会，做伙做决定。上帝是无险个上帝，咱毋免惊，咱毋免惊。马丁路德讲了上好，伊讲上帝真正有够无险，伊予伊个囝当成肉体，诚侪囡仔，迄是乱尔危险个代志，因为伫两千年前。囡仔的死亡率都高的，但是上帝无这个险。咱的上帝是不断做工，甲咱做伙，伫这个无稳定，甚至有当时咱焦急，伫咱错误的中间，甲咱相共行的上帝，咱唔免完全，因为信心在帮助咱。咱，我想伫这个经文，这则的经文有一个真重要，三千人受洗的一个真重要。就是悔改，知影悔改，知影回头，知影搁倒转到上帝面头前。因为咱是人，咱往往会有做错误的一个时阵，也是无好势的所在。所以伫这个经文内面，你会感觉哇，一点都不完美哈，啊嘛无介好势，啊甚至吼有点啊吼。安尼，敢那足酸涩的吼，无解成熟，无解稳定。但是这就是上帝最干的一部分，这就是上帝最干的一部分。咱是成熟的，甲无成熟的做伙运用；咱是不有诶，甲爽用啊做伙运用；咱是健康啊，甲无健康诶做伙运用。这就是咱的教会。啊，因为安尼，咱真正真侪教会，毋是咱大家拢做好。是因为咱会使彼此分享，咱会使做伙分担，咱会使做伙承担。伫信用，因为咱信耶稣基督，咱信这个福音的真理，咱会使做伙来行。这就是信心感动咱上主要的内容，哈，也是咱的上核心的部分。所以伫遮，咱会看见讲，为什么咱会使搁较放心放手给上帝来引带咱？因为使徒现在在甲咱讲，其实使徒因拢唔知影未来发生啥物代志，
因今仔日伫天顶看到咱会使建立遮侪教会，咱的会友哪来哪加天，因嘛介震撼啊，了吼！因为吼，因迄个当初时，因顺道的时阵，拢还袂看到教会遮尼好，因嘛唔知影过来教会有可能会好，也是袂好，因敢若会使相信上帝，所以因按照因的相信，因按照上帝对因的应允，因行迄条路。今仔日咱嘛同款，咱对待我的教会，咱会使应允什么话嘛？咱袂使应允什么话？但是咱会使伫上帝应允内面，咱做伙为着咱的教会来拍拼、拍基础。咱唔知影明仔载会发生啥物代志，但是咱知，咱有即马，咱有上帝感动，咱有信心甲咱三个伫底。所以其实伫即个过程中间，咱若看见讲。信心毋是单单讲啊，咱无到遐就放手吼，伊袂放手，伊予咱调整，伊予咱调整。所以咱看见彼得在调整，咱看见保罗在调整，咱看见伫耶路撒冷的犹太的基督徒，伊开始调整，伊接受外邦的基督徒，伊开始接受更较侪人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即个团体内面。咱会使看见讲。遮个一届搁一届，上帝会甲咱调整，是毋是咱愿意予上帝调整？我想这是咱伫即个学圣经的过程中间，咱会使搁再一遍来思考讲，咱是毋是予上帝调整，愿意甲上帝来啊做伙来行调整即个道路。最后，因为今仔日是圣神更新甲宗教改革五百，我要用。John Knox 的故事来甲大家分享吼。伫宗教改革也伫讲即个调整吼。伫宗教改革的时阵吼，五百年前的时阵啊，足侪人伫传福音，啊，因也真够传福音。但是吼，但是即个为英国去，英国去到啊 ，Geneva 就是日内瓦的即个 John Knox， 伊发现讲吼，加尔文就是咱改革中的创始者。即、这个加尔文，伊伫迄个啊，群里话甲人无同款，伊无同款伫话，伊讲吼，你会使听见足侪福音吼，受传讲吼，但是有人咧足侪人咧传讲福音吼，啊足侪人咧讲真理，但是无有一个所在亲像日内瓦。日内瓦伊不但传讲上帝的真理，伊甲上帝的真理活落去生活内面。每一日的生活，因是很实在上帝的福。在这个经营的下面，张老师伊非常非常的感动吼，伊从啊为日内瓦，把这个家教中的传统带转去苏格兰，啊，这就是咱的开始吼。因为咱啊，咱的传教书，咱顶落回传教书大部分是为英国啊苏格兰家教中过来，啊，苏格兰的家教中当个。伊离去加拿大，啊，这就是路过马街，伊为加拿大来到台湾宣教，啊，这个结连甲咱的关系大概是安尼。所以咱会使看见讲，上帝会做工伫每一个人的心中，每一个人迄个受圣神感动、圣神甲咱更新的时阵，咱会使有新的看见，咱有新的作为，咱会使有新伫一个情况中间，咱会使有一个新的展现。所以今仔日伫圣神降临、甲宗教改革500年的即、這个啊的时间点，咱要来甲兄弟姊妹做伙来勉励，咱要来搁来想看卖，咱是毋是有保留福音的真理？咱是毋是有啊去传去啊传承吼？迄、这个改革中的传统，咱用即个改革中水甲好的即个传统，活伫咱的啊生活中间，活伫咱的教会中间，互咱真正是送香的甲布的做伙分享，互健康的甲无健康的做伙三个团体，互啊有担当的甲无担当的会使做伙分担。我想这是咱伫上帝面头前，咱领受，咱也安尼啊来行。用安尼来教大家做伙来面对咱三个阿头来祈祷。祝阮感谢阿弥陀佛的圣名，
你透过这段经文，互阮了解，阮每一个人领受圣神的感动，阮要来去传福音，阮要来保佑，祝你家己啊好佮水的福音。阮要求圣神帮助阮每一个人，伫阮每日的生活中间提醒阮、安慰阮、啊帮助阮，互阮起来。予阮为阮所领受、阮所经验的即个福音的内涵，阮也愿意来甲阮厝边隔壁、甲阮周围的人来分享，予伊也会使得到即个福音的好消息。阮感谢阿罗哩，阮也为着今年啊，宗教改革500周年，天主教甲新教要和好的即个过程，愿主你也来祝福阮的教会。祝福阮未来伫台湾的社会，阮会使搁较侪为着福音的真理来努力，阮做伙来服侍教会，服侍这个社会。阮感谢阿罗哩的圣主名，感恩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